没有错，国庆马上就要在下周登场了。而目前呢，今天庆筹会也特别在下午的时候开放民众呢来参观这个全程的预演。你现在目前看到画面上啊，是直棒跟直男所共组成的啦啦队正在彩排预演，以及还有国军的人形充气娃娃，他们是联合一起来演出哦。不过今年和去年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永鹰高教机队啊，今年是代表冲场而是打头阵的场面哦。我们带你来看稍早画面。一队以行军流水的指挥的功法，以及整齐划一的。 好在永鹰高教机之后呢，上场的是国军三军一队哦，而他们今年呢在国庆大会上也有新曲亮相。不过啊，接下来待会在2点半的时候，古宁头三位的老英雄就会来现身，然后来领唱国歌，而这也是呢众所瞩目的焦点。以上最新。